新加坡的65岁的年长者，有120万人。你想想看，以前你的钱是1000块，现在忽然间变成700块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通货膨胀嘛，30%。所以以前的一元面2块钱，六粒一元，现在3块钱、4块钱两粒一元，你连六粒一元掉一粒，你还觉得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还有5粒。现在掉一粒，你还想试回来呢？洗洗一下，跟它吃下去。还有以前有猪肉，现在没猪肉。很久你们都看到现在的面没有冬菜了啊，你记得吗？以前还有冬菜啊，猪肉已经不见了，肉碎还是有，你要用汤匙捞啊，啊，葱是2片，那个辣椒的汤匙是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因为很简单，世界不会因为而你而改变，你必须呢改变自己去面对世界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改变不了环境，改变自己；改变不了环境，改变自己；改变不了环境，还是改变自己。